有人问，为什么 LPL 能延续成一个时代？这一路，有人选择放弃，有人继续坚持，有人怅然离开，有人不断加入。这一路，我们曾踏足山巅，也曾坠落谷底，但是那又如何呢？在最是热血的年纪，谁不愿肆意挥洒，酣畅淋漓？最是骄傲的时代，谁不愿少年意气，锋芒尽露？为了每一个并肩而战过的人，为了每一次全力以赴的战场，我们勇敢无畏，坚持不懈，创新进取，挑战自我。今 LPL 而联盟的每一个人也都是英雄，这就是我们最好的青春。这个夏天，我们又一次走到了这里，为了我们所梦想的一切，为了我们所热爱的一切，为了我们，战斗吧！告诉世界，我们是 LPL。